好在在咱的长辈时段，拢总会当身体勇健健，食那老拢总会当那好命吼。来，谢谢，感谢咱所有在在咱的好朋友，在咱的夜间，无少着咱的宝贵时间来共襄盛举，共同来给咱做参悟吼。参悟咱的夜间，将你老来的信会，和咱的信会安尼老来滚滚，无限的光彩哦吼。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拢总会当安尼现金财宝，来个探个安尼同事嗨。来，阿姐妈赶紧继续要过来安排咱后壁面咱的水果牛啊吼，甲拄只迄位吼是咱的同班同学，两个同届哦吼，来同届，来要来安排一首咱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当真玫瑰送给大家，来好听的歌曲。你出来有较凉啦，大家这个电弄出来啊嘞。小七来给他安排哈，来一首非常好听、轻松劳累的歌曲，《多情玫瑰》来送给大家哦哈，祝福咱每一个好朋友拢送得当，安尼大富大贵哦哈，来感谢咱的幼气的辣妹，来给咱安排非常好听的歌曲啦哈。啊，当然吼，咱台下边咱的好朋友若想要听什么歌吼，买单给咱的水果另外一点看看没有关系，因为大家即马拢足厉害，听讲伫厨艺会练习唱歌，对不对？偶尔啦，因为家里现在每个人齁几乎都有那个卡拉 OK， 对对对啊，我们家里也是有一台卡拉 OK， 对啊，平常有时候在练，现在比较少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比较少，因为今麦干嘛秋料五颗仔啊齁，所以就比较懒得练的嘞齁，不是懒得练啦，不是懒得练哟，是没有时间练的嘞，哦对，明白啊，但是我买单来，给咱来水果另外齁，点看看。看你有想要听什么歌哟吼，想要听什么歌曲，可以点看看没有关系。因为哦，那等下咱的唱的歌，跟咱台下边的好朋友吼在听的歌，比较不一样。
也无共款，有当下因咧点的歌嘛足好听，我们就可以多多学习安尼啦吼。所以咱台咖啡咱的好朋友吼，这边的大哥啊，吼，咱的大姐啊，那想要听什么歌吼，麻烦给咱的水果另外点看看吼。啊，是讲咱在我们的粉丝朋友吼，你若想要听阮小齐唱什么歌，你麻烦给点看麦啊了吼。会点看麦，反正会响唱也是不一定。啊，因为今仔咱老师哥才这台电视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讲那白响唱，咱就学一下。对。吼，唱咱每一首歌，咱本来就是拢有头一次嘛。是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唱头一次才有第二次，啊，越唱会越上手安尼啦吼。来，袂歹，咱拄只咱的小齐，甲咱拄只迄个圆圆，然后诶，两个是同年纪的，诶，顶诶，当初是算同班同学，诶，同学安尼，然后袂歹，今仔叫来每一个水果，你话大家拢安尼吼，诶，拢足有气诶，啊，重点吼，歌我拢足够唱诶，然后体格我拢非常诶赞。人讲年轻就是本钱，唱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吼，啊，袂歹，人讲年轻不要留白啦吼，啊，年轻不要那不对，妈妈引起。出国去投，不要上班啊！你要赚钱较重要的对，袂歹，今天吼可以向前看齐。啊无有嘢吼，咱的水果了就是讲，哎、欸，我想要来佚佗，妈妈要去佚佗，我就对你去佚佗。我嘛想要去咧。哦，你嘛就想要去啊？这环境所变，无我都去了对。妈妈他们是去哪一国？是泰国。哦，泰国哟，不怪你的工作热啊，那种真的很热，在我们这边就蛮热的、嗯，在那边更热。哎，天空一冰块40度哎、哦，体感温度快50几度啊嘞，哇，真的是哦，今天就热就热，没有关系。啊，咱伫厝避暑嘛，没有关系啊，对哇、啊，咱唔免去佚佗，咱年刚哪个诶较温暖的天气，咱才来安尼就好，反正没有关系，咱若有钱吼、要出国，对对、啊，有钱要出国拢无困难、啊，只要钱啊交出去吼，随时要去对，对 对, 對，有钱什么都好办事安尼啦，来啦，啊，所以无怪阮咧，我们的小晴吼，足认真赚钱安尼啦吼，啊，但是认真赚嘛爱认真享受哦吼，来，谢谢感谢咱的小晴来给咱安排咱头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多情玫瑰来送予大家哦吼，啊，唔知咱的好朋友敢有想要甲阮点？歌的不？有想要听他唱什么歌的不？啊，是随在随便他呢？安尼吼，伊若唱的歌你拢有介意就对哇，拢有介意听吼。啊，这边的大哥嘛，唔知讲有想要甲阮的水果你要点什么歌不吼？如果若有想要听什么歌，就点起来没有关系哦吼。来，谢谢啊，今麦好，咱的小齐过来安排一个比较拿手的歌曲。问好来好听的歌曲哦，这条是咱的经典的歌曲啦吼，咱的公益早期怀念的老歌哦。有一直冒冷汗吗？没有，没有哟。压力啊，压力，压力，压力。女人总是
小琪来给他阿白。好听的歌曲献给大家。掌声鼓励，祝福大家能够万事皆如意哦！来来来，谢谢。